草莓送完了。那你冲去买那个，冲去买那个临江间的神钱包。哇，超感人。啊，那么感动。很感人。很感人啊。我很怕后面有车，因为这时候我怕那个那种下班时间，那台车被堵了。对啊，没有，因为我们从夜市里面，我很怕那个夜市里面后面不有车买很麻烦。是有加酱吗？没有，没时间。有，我加辣酱。没有拿酱油，他这个是要酱油跟辣椒一起吧？我也不知道啊。今天天热，就是听说这个雨啊，会就这样子下到明年。对啊，我也不知道真的假的，但是听起来好像很可怕。我手在抓着这个。这家很有名，对不对？上海春卷包，它是它六颗吗？没几颗，你自己看里面。五颗六十，每一颗十二块，但是非常的小，就一般的水煎包的一半吧。都小笼包吧？对，没错。对不对？我觉得它量很好吃。里面很高味，你看那个，这怎么看？不合我味，我喜欢那种有辣油的那种辣椒，不是这种辣椒酱。可能要吃原味的好，可是它原味味道都还蛮重。那有高丽菜葱啊，然后加。会是少，要小笼包皮厚一点。对啊，然后用煎的，它还有卖煎饺的，是啊，这种生煎的其实我觉得蛮厉害的，但是我没有，其实我们日华夜市也有一家生煎包，没有吃过它煎饺，我们也从来没买过，有啊，在三岔口那边，上海生煎包，万客福门口。他都开很晚，对吗？天超冷的，真的，一直下，要下到明年呢。听说明天后天的雨势会比较减缓，之后就会开始就是一样这种雨。然后我们刚送完草，我刚刚好像连草莓的一片都没有。赶快送一送吧！我看今年我真的没办法卖三明治，这种鱼的话真的没办法出来。很多粉丝去我们小火锅那边跟我说什么时候可以卖三明治，我说这个天气我怎么卖？我们还要撑伞干嘛？然后有一个妈妈说，我女儿很期待吃三明治。啊！是很多人问说。你们三明治不开哦？没有不开，像这样子的天
月是啊，六人又下雨了，这样子我们摆摊是真的不方便。因为摆摊有位置，那位置如果下雨的时候又湿了的时候，你的东西只能放你的伞的里面，那个伞也不能太大，太大会跟旁边的摊子会打到。那还好吧，还可以送草莓啊。买芭乐。大家可以订草莓。赶快订草莓，订芭，订草莓，订芭乐哈。不然这个月奶粉钱可能不够。不然谢谢大家支持。草莓的话，我觉得是台北市为主，台北市、台北县市。为了真的太远，因为我们自己轻松，我们你们要想说就是车程啊、距离啊或什么，我们不是请快递手，也没办法宅配，所以说草莓的话就，常买草莓的老客人就会知道说，我们就是基本上都是在于就是只有北部，大台北地区这样子，那大台北地区要看一些区域这样子，有士林区、阳明山上，我就真的没办法。因为真的太远了，除非我真的要跑去到现在去阳明山晃晃这样子，而且我们这样子一个车程过去一个小时，回来一个小时就送一箱草莓，其实非常不划算。何止草莓要请你吃，我还要就是花油钱。对啊，所以就是其他地方的话，当然就是。芭乐，芭乐的话就是全省都可以，就是配送这样子。芭乐快递，好吧。对。所以就希望大家可以就是踊跃一点，这样，就是买芭乐。那大台北地区的老客人，就是订草莓的那些就是老客人都知道时间差不多，他们都开始就是陆陆续续的在订购了。对。我已经，那有一些地址我已经是熟悉到后不需要导航。对了。说谁我就知道谁家在哪里的，好厉害！对啊，真的，因为我们的草莓就是我们是走品质的路线，所以我们都会把它保护的好好。因为一般人的草莓啊，可能就是他你在外面市面上看到的草莓，今天他在卖，他卖不完，他回家冰箱，明天卖不完，后天卖，你就会看到那个草莓会从一盒300、200、100。50块两盒，是不是？还有一种就是，像其实草莓啊，就是比较不要碰它，那因为他们要为了要分装嘛，好卖嘛，他们就会去移动它这样子，一直移动它，其实这样对草莓有问题。它已经被碰过了，你这样当天看没有感觉，然后隔天哦，隔两天，哎，怎么觉得下面烂烂的？那就是因为它被碰过，它其实草莓真的是。就像你看你人一样嘛，你碰到的时候当下没什么事，过两天 OK 就出来了。谁碰你这么大力？是不是你啊？人生好苦难，没东西喝对不对？我今天太赶着出来了，都没时间泡咖啡。对啊。然后泡咖啡呢，去小火锅店的话呢，又太忙了，没时间喝咖啡。昨天一整壶全部。哦，好浪费哦。咖啡豆的结局，真的。所以就是好啦，就是在这冷冷湿湿冷冷的天的话，大家尽快踊跃的叫草莓跟三明治，不是，叫草莓跟芭乐，不是没有三明治，我应该看着天气想个三明治，草莓跟芭乐。那草莓的话呢，不是每天有，我们还是一样，就会看着天气跟状况跟草莓的品质，我们才会去送这样子，所以没有很。确切的跟你说，一定得哪一天就一定得有得到这样子，因为我们要看当天的货好不好，东西可不可以，我才会交到你手上。我总不能随便拿一件草莓就丢到你那边去，这样你也不是很开心，对不对？好啦，就跟大家分享到这边。
好不好？那就记得多多的就是支持我们一下。那我们最近没事的话，都会在小火锅店，大家可以来小火锅店看。没错，天热了呐，赶快来吃个小火锅啊，或是带生料回去啊。对，最近很多人带生料回去耶。啊、人家说最近人家说带生料回去，他自己加料变好大一锅。真的，因为我们的汤本身就给的多了。划算，好不好？拜拜。